连千亿林北就是咧讲你啦。你讲伫遐咧制造社会一寡困扰，社会唔是你咧撬的啦。跟他高二，伊刚好找你的麻烦，他有特别去诬赖你，去栽赃你，去说你什么吗？就没有，没有。你在那边整天在媒体前面，在那边讲说要贴人的什么小鬼啊卡，人什么小鬼啊卡，人家就戴个面具，人家是什么小鬼啊卡啦，什么小鬼啊卡？你那一个 NFT， 到底你有没有很懂元宇宙啊？你今天你做的事情，你在那边拿罗志祥，你在那边拿周杰伦，啊，你在那边拿陈零九。在那边讲，你写的他妈写的公，没有在同一个档次吗？我今天主要是讲连千亿啊，林北啊，大家嘛还有像比林北 Q 不，我们会消除啊，我是已经消北送的啊，其他台湾这个社会是无够混乱呢啊，连老板也进来了，伊入来安上好，规工制造社会一挂动荡不安，这侪少年家咧看你咧直播，看你咧讲笑讲屁，今仔一口高二的啊，伊今仔敢有来攻击？伊刚好攻击你，他有没有攻击你啊？伊今仔是攻属性呢，这个被害者啊，这个相信你的消费者，这个被害者，今仔搞来安那啊？他没有攻击你嘛？他是陈述事实嘛，对不对？他陈述事实，你要叫人家什么面具拿开什么什么？这么是咧？你是怎啊人安那看的吗？你敢知影人安那看的？外部的人安那看我唔知啊。啊，内部的人安那看的？你真正无所搞的啦！恁爸先来讲人呢，连千亿恁爸就是咧讲你啦。拄啊好就好啊，该错就要认，唔对就唔对，卖底啊唔对，佮装个一支白佮底啊咧。规工伫遐咧制造社会一挂困扰，社会唔是你咧撬的啦。我赶快去迄句话啦，社会你阁无头的啊！今仔高二，伊刚好找你的麻烦，他有特别去诬赖你、去栽赃你、去说你什么吗？没有嘛，人家没有嘛，人家今天这些受害者，人家去那边跟他投诉，跟他那个嘛。如果他今天讲的有一句话不是事实，他今天讲的有一句话是违背良心，就你明明没有这样做，结果他偏偏要诬赖你。如果这样那就算了，就没有没有，你在那边整天在媒体前面在那边讲说要贴人的什么小鬼啊卡，人什么小鬼啊卡，人家就戴个面具，人家是什么小鬼啊卡啦，什么小鬼啊卡，你那一个 NFT。到底你有没有很懂元宇宙啊？你今天你做的事情，你在那边拿罗志祥，你在那边拿周杰伦，啊，你在那边拿陈零九，在那边讲你写的他妈写的公，你们有一样吗？你觉得你们有一样吗？你们有在同一个档次吗？就不在同一个档次，你们做的事情的出发点跟终点全部都是不一样的。到底是在，你到底是？啊，那天我们去接大甲吗？都在元泰，林八跟兵哥坐在那边，从头到尾我们就自己好好坐在那边，我们也没有怎么样，是不是你过来？啊，应该是吧，应该不是我们过去吧？过来握手，握完之后你就在中间，美叔你跟他哥嘞，你跟他阿兄嘞，坐就算了，你坐在那边你就算了，你就坐你的。你在那边叫人家拍照，我也不知道你叫谁拍的了。又在那边转发媒体，啊，报捷，哇，你哇，我那拍这个人，你是什么世纪大和解嘞？什么西洋骨头？当时跟你和解，你爸是无爱插，你爸当时跟你和解啊？你做生意无爱好啊？做生意，规工在遐咧塞路麻皮啊？你是你七楼要做好呢啊？连千亿，我先跟你讲的啊，我今仔开这个直播啊。我就是拢联络过啊，我拢联络完啊。啊，你卖靠谁啊？你卖靠谁啊？台北啊，新北啊，台中啊，哦，包括这边的啊，包括台南高雄啊，哦，你大家注意的，无人要对你安那，但是，搁听一解，听好清楚啊，无人要对你安那，没有人要对你怎么样，但是。你自己记得就好了，你记得就好了，敢听我的意思。
你捌对过大爱无？啊，林千亿，除非一个团体对不起过我们，啊，无咱出社会啊，是倒一个大兄，倒一个头家接受我们，带着我们成长，保护我们成长，让我们茁壮。你就是要感恩，要感念。做人爱正气啊，唔是像你安尼啊，规工的啦，卖规工做迄个阿叔啊的行为啊，伫遐咧欺骗遐消费者，伫遐咧欺骗遐社会大众啊。遐兄哥看你是真正敢那阿叔啊呢啊，念听有？要做直播，咱就好好做直播。